米六，他是又在睡觉的木吉。不知道大家觉得花将近3000块买一件运动裤是不是很败家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介绍 Pertua 这个美国的运动服饰品牌。大家一想到运动品牌，会先想到什么呢？是 Nike、阿迪达、Under Armour。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些品牌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求了，就会想要找更专业的健身服饰品牌，像是加拿大的 Lululemon， 他们家的材质呢真的非常的柔软舒适，很强调裸感，服务也是不在话下。但是它有一个超致命的缺点，就是真的很贵啊！一件裤子要加4000-5000块，你真的不是天天能买，常常能买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Pertua 这个品牌，他们家的运动服饰品质完全媲美 Lululemon， 价格却硬生生只有它的60%，真的是让我觉得很超值。就让我们来看看吧 ，Go， 哒哒。今天呢，我想要先从我觉得最推荐这个品牌的入门款开始分享给大家。他们家的运动内衣呢，剪裁都非常的简单，颜色也都以单色系为主。像是我身上这一款就是他们家的 Veronica Sports Bra， 它是深 V 剪裁，不会太低，完全不用担心会走光，而且很集中脱高的效果。肩带这边呢，我觉得它因为侧边是包覆性比较好，对于修饰副乳的效果也蛮优秀的。然后像下围呢，松紧非常的舒适，不会太勒太紧，勒到红红的。背后呢是细带的设计，但是它有4条，所以在结构上呢是更稳定的，你完全不需要担心跑跑跳跳你的胸部会移位或者是晃动的很厉害。你们有没有发现 Pertua 他们家的设计，不管在任何细节上都是要让你运动的时候非常的舒适，就像没穿一样，所以不管是哪一个款式的运动内衣穿起来都是这么舒服的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裤子的部分，这就是他们家的裤子，这一款是他们家的 Alina 2。 他们家裤子的材质呢，就是舒服到你会无意识的一直抚摸你自己的大腿，然后你男朋友会一直蹭过来搓揉你的大腿，还摸到翻白眼给你看，就是这么舒服的程度。再来是腰带的设计， Pertua 家裤子都有一个共通点，腰带都做得非常的宽。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可以把你的小腹压得超级平坦的梯形的腰带设计，这样子的腰带穿起来马上让你的腰围看起来瘦2寸，我没有在开玩笑。还有在这个妹妹下面的底裆设计呢，可以让你完全穿起来不会有骆驼体的情况发生哦。Pertua他们家的裤子就是不管你买哪个款式都是这么舒适好穿哦。我们来拉拉看它的弹性吧。好，结束了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频道上还有更多健身相关的影片，欢迎从这边点进去看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